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一身制服？我们现在人来到了台东，等一下晚上我们准备出发去鹿野高台，今年要来参加2020年的 Hutu Coast 站，忘记了哦。好，台东，反正就是我们从台东出发，然后跑到花莲，然后这次我的队友们就是这些，艾迪森，然后四爷光头，还有摄影师就是以为。我们现在来粘一下车贴，这个是右上角的，我们的号码是 L247， 教练等一下，对，我来贴一下。好好，我们已经贴完车贴了，然后等一下晚上我们准备去买一些补给品添购一下，再晚一点凌晨12:45，我们就准备出发。那我们待会赛场上见 ，Go Go！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VIP 休息室，超赞的。我们等一下要去拱门一起受访，然后我们因为这边风超大，这边超贴心，就是帮我们围了一个地方。晚一点我们就去前面，然后报到领物资，因为前面的队伍都还没出发，其实现在去领有点太多，所以我们待会领物资见。然后这个是我们芯片，芯片记得就是交棒的时候一定要给下一棒 ，OK， 不然这个成绩会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在鹿野高台，那刚刚已经一连串啊去报到领物资，我们现在在准备起跑，而且进去 VIP 的这个 room 休息了一下。然后现场啊，其实大家就是按照报名时候你填的预设成绩，然后分梯次出发。那我们成绩，是最后一梯次，就是 L 组。那我们预计是12:45，目前才11点，从10点整就预计一直放人出去。然后我们刚才去现场有拍照，然后现在还有一些热食，还有一些补给，我觉得超级赞。那待会啊，我们就准备等到12:45，等第一棒我们的光头第一棒出发，那我们就在赛道上见，出发。第一棒，靠你了，好不好？教练，等一下，教练，等一下，一二三，5 4 3 2 1 ，Go！ 耶！路上请小心，加油加油！出发了，我们队友出发了，我们即将等待光头快速到第二个接力点，那我们就上车出发到第二接力区吧 ，Go Go！好，我们的第一名目前领先队伍哦，光头神童。感应，加油！我们现在在第二棒的接力区，现在前面这边他们就会跑进来感应晶片，然后就可以出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队友在哪里，第二棒热身当中。对对，感应晶片这边，这边。这里，头灯，这个不用，加油，加油。刚怎么样？刚跑起来感觉怎么样？蛮累的。第一棒就好跑吗？前面下坡，可是后面都上坡，所以已经占半。就是前面还算 OK。这样子大概37分啊，10K 的话。刚9K 跑33分，我们第一棒。我们刚第一棒已经跑到终点，光头，然后现在在等那个玉炫已经出发，所以我们等一下准备开始。会有会会，怎样？你现在干嘛？因为他有喝水，他直接赛前紧张症。头戴，先逼晶片。加油，完蛋，可以加油。对。走，出发，出一条，拍照，叫，交接的人拍照一下。现在我们第二棒出发，目前还暂时领先，目前应该是总排第一名，但是我们看秒差跟第二名只差了1分钟。
刚怎么样？跑起来怎么样？超累。那均速多少？350 ，OK 哦。我们现在第三棒出发，看一下，等一下以为的成绩如何。叫！你刚刚秒差大概是原本一分钟啊，但是我刚看他出发好像没有那么吹，所以你应该有机会，对吧？目前我们是第四棒出发，现在三棒结束了。那我们目前战局应该是领先啦，应该啦，希望可以维持久一点。下一棒陈继伟已经出发了，然后我也准备到第五棒地方热身，下一棒换我，好，出发。小紧张，现在大概是半夜几点？我看一下，这边3:03，终于要换我登场，第五棒。但是这一棒开始竟然下大雨，所以我现在穿着好像就是大卫发的外套，然后背心，准备开始等继伟过来。雨太大了，真的是。太暗看不到了。太暗看不到。好，我们开。要拍照。对对对。来来来，小心。有看到，小心哦。1519。啊，好玩的在哪？我经过。小杰，给我这照片的，来这边，来这边，来，好 ，OK， 好 ，L247，谢谢你。我们的第六棒，我刚接给他，对，轩哥，他现在目前均速大概也是维持在4分出头，3分50几。我们目前战局第二啦，对啊，还可以去中国，没关系，还可以去中国。这一棒换以为出发了，然后我们目前要第七棒，这一棒预计是也是10公里左右，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到第一次的三道之神。第一次三道之神呢会由光头来带领，但现在一直在下雨，我刚上车穿完雨衣，赶快恢复补给一下。有，现在吗？对，你丢地上就好。对，走，叫。怎样？感觉怎么样？哇，超累！哎，我们现在全队的状况啊，大家都已经腿已经老弱残兵，快不行了，然后就一直在一二名这样。我平常最多练不到2。现在这一棒啊，光头神童出发，然后目前就是三路之神的路段有14公里，所以有点紧张。我们到时候看一下，等一下会怎么样。然后目前我们就是战局一二名，其实一直在拉扯，所以不知道等一下会是我们先出现，还是钢铁部队先出现。但没关系啊，两队其实都是自己人，就是都是选手，谁赢我觉得都 OK， 但我们会尽力，好不好？走，这么高啊！叫！这个身心里加上这个熬夜，真的是不同凡响啊！但你很快，你大概都3分多，对不对？对，已经很累了。很累，脚还好吗？还好，我真的是很久没跑那么长了。我们真的没练习，你们都不信。我相信。我们真的是用命在拼的，真的是用命在拼的。我们跟另外一队都是现役选手，我们这一队都是那个老弱残兵啊。哎，我们现在协调一件事情啊，我们目前已经进行到了第八棒，要第九棒，已经出去了，然后我第十棒，但我们目前呢，已经是大概体能状况已经剩下10%了，他们可能还有30%，但我觉得我们有点太拼命了，我们这样可能会没有办法完赛。我们顺跑啊，不然我们现在大家腿残的残，然后快抽筋的快抽筋这样。
真的很尽力就好，尽力就好。你看一下以为现在的状态，我今天小腿瘦到被你认真开车。哎、欸，我在你胫骨跑到后面怎么样？你刚刚跑的怎样？我刚刚就是全力追过他，然后现在脚直接，然后现在脚直接瘦到没有肌肉。现在已经是第十棒，然后有点天亮了，但是因为雨开始下，所以稍微穿一下。247，他没有连声，没有开声音吗？脚好痛啊！跑不动了，我现在腿快抽筋了啊！最后一棒没了，这一次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啊，47棒。好，你现在贴这是怎样？对决奖，我要对决，我要自己配自己的配速4分速。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11棒，现在第12棒在跑。然后刚刚我已经就是拼了命老命跑完超慢，均速4分20，已经拖累了我的队友们。我们现在距离第一名的差距已经可能有2公里吗？应该2公里，差不多吧。现在下一棒以为准备上去，好累哦。脚有点痛哎、欸，我们现在在哎、欸、忘记介绍了，我们现在在长虹桥，超美的。我们目前的策略就是保住第二名就好，因为我们离第一名真的是有点追不到，但我们大家的腿都有点受不了。然后第三名也紧追在后，所以我们目标就是保持住第二名的位置。全队的希望，蒋以为怎么样？你现在脚疲劳程度怎么样？现在100%啊，完全已经快跑不动那种。超级累，你还有2棒，你是全村的希望。我刚 7K 就已经吹了。你这一棒要跑多远？这一棒不知道13多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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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以为这一棒已经出发了，目前是第12棒，然后这一棒预计距离是要跑13公里，其实超级长，但是现在又开始下超级大雨，然后我们目前距离第一名的秒差应该已经来到了快10分钟，然后距离第三名应该是大约6分钟的领先成绩，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维持现在的成绩，要保住第二名，这样，因为第一名真的有点追不到了，所以我们就是维持住，想办法在第三名的前面6分钟不要变。目前下一棒会变成纪伟不见，然后我会调动一下变成第14棒 7K， 然后最后一棒给轩哥，因为他刚跑完2棒有点太紧，所以我们调一下。过来不错不错不错，等下还有一棒，13，等下还有一棒，这个棒加油。希望不要再上坡。下一棒是我，下一棒是我。他说应该不会再上坡。啊！我以为我们的来了。泽瑞跑慢一点。现在是9:08。
目前是我的第三个棒次，原本我要跑最后一棒，但因为战术关系，因为上一棒休太少，所以我先提前调换。目前我要跑第14棒，然后这一棒就7公里。但现在很紧张的是，我们已经被第三名追到了。目前我跟第三名的差距，我们是黏在一起跑。希望等一下纪伟出现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就冲过去，好不好？加油！希望可以啦，希望可以。OK 的 ，OK。希望可以，就接下来就交给后面的，我就想办法就撑完7公里就好。希望我可以。我跟你们讲个秘密。完蛋了，我刚刚在这样热身就觉得脚快抽筋了，还有7公里，而且我现在侧腹很痛。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当你身体已经很临界值，快要爆掉，然后已经完全疲劳到爆炸的时候，你连呼吸侧腹都在痛。这棒跑了7公里，然后均速已经爆到不行了，真的是爆掉。刚刚这一段啊，从头到尾风超大之外，上坡好长哦，跑到超想哭的，又想哭。没有，我刚刚是真的已经怎么跑都跑不起来，真的频率超慢，跑不起来。7K 跑4:49，我已经尽力了，听天由命了，我们。没有练多少，真的只能这样了。最后一棒，加油！我们竟然剩2棒，对哦，对。这是第15，他已经追到了，16已经出发了，17啊，17吧，我上下只剩花太多力气。哎，这一棒是不是比较像三道之神？这棒超陡的，超累。就像这样，真的爆炸啦！目前已经是11:40，然后刚刚以为已经经过了，大概剩下最后3公里，我们最后一棒预炫已经去准备了，就是爱迪生教练。那最后一棒的里程大概剩下10公里，目前我们的成绩占据第三名，快到回终点了。快回终点了，终于要结束了！天哪！要完成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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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战神怎么了？抽筋了啦，好痛！怎么样？刚刚这样跑多少？配速多少？不知道。你没有听？这个核桃，来看一下。这是杏的。对啊。我们都吃这个52:10。好了，我们要去前往最后一棒终点，先去帮爱迪生补水 ，Go Go！
片感应完才重新充线。来，麻烦脱感应晶片。不用打，可以了。来，脱掉，谢谢。来，好，好快了。拿到了第三名奖牌，路野高台出发，然后一路跑到开心农场。好啦，我们昨天已经颁奖完了，但因为就是天气太暗，昏色太暗，所以就没有录影。那我们是总共获得了第三名，那这是前三名其实都有这个参赛资格，第一名可以到美国，第二名可以到中国，那第三名呢就是可以再来台湾参加一次啊，所以我们又获得第三名，明年就是可以再度来挑战。那奖品部分我觉得也很丰富，有一些水袋啊、补给品，甚至是一些高级的就是洗发乳、沐浴乳这样。那我们其实在赛事刚开始啊，大家有点太兴奋了，就是我们五个人其实都跑的速度蛮快的，所以一度有占据就是前二名，就是我们在前十棒的时候应该都还是占据第二，那我们在前五棒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是来到了就是赛段的第一名，但是其实到后面啊，我们体能就有点不堪负荷，因为前两名的队伍其实都还是很现役的选手，都超强，那我们这一队啊就是比较老弱残兵，没有这么认真还在训练，所以我们跑到第三轮的时候就是抽筋的抽筋，铁腿的铁腿，根本就跑不动，所以我们后面呢跟前面反差超大，一开始配速都在3:45-4，第二轮第三轮的时候其实我们配速都来到了4:40，快到5分整，所以我们后面根本就是硬拖回来，还可以捡到第三名，真的是超级幸运。但我觉得整体来讲也是就让我们这些已经毕业后的这些一样都来自台北市立大学中长跑的这些队员们，又可以重新有一个就是很革命情感，大家就是还是留着这种竞技选手的血液，但你拿到接力棒，你还是会不顾一切的冲出去，就算抽筋，你还是会想办法把它撑完。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超赞。那这是赛事心得啊，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其实我算是五棒里面，就是体力、体能来讲，速度稍微偏慢了，所以我比较算是补给工的角色，就是我常常是担任这个帮大家补水啊，或是开车这样的角色。那其他人其实就真的很辛苦，有的跑的距离很长，有的人是跑的爬升很多。那我比较像是跑一些比较没有这么影响，就是整体成绩的这样的棒次，但是我整体蛮废的，我只跑了23公里。那他们长的，有的人跑到40公里，有些人跑到就是30啊、28这样，所以我算是里面我自己觉得我是废棒啊，但也还好，就是他们很强，所以让我们这次有机会可以拿到就是总成绩第三，超级幸运的。以上就是这次来参加 Hoodoo Course 人车接力赛的一些心得啦。那不知道大家看完会不会也想一起来组队参加，有五个人一台车来挑战这样的距离。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我们明年赛道见，拜拜。